七堵去中心的信仰中心庆济宫秉持七兜骂慈悲为怀的爱心，庙方特地制赠价值10万元左右的指挥棒、哈雷灯以及太阳能爆闪灯等相关交通装备给警察局第三分局，协助第一线的员警们更安全执行勤务。我们今天啊，送一个商务部啊，警察这些用品的哈，警用品的哈。我感觉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庙方跟政府要取之于我们大家姓名的大众，那我们有必要协助了我们自然的第一线人员，那我们当然义不容辞。我说今天也可以受邀啊。三分局分局长亲自收下庆济宫捐赠的这批交通装备，由衷感谢七兜骂对警方的照顾和支持。今天特别谢谢庆济宫，因为我们警察在执行上特别要注意安全，所以不管是爆闪灯或是指挥棒，甚至这个哈雷灯，对于我们夜间的执行都非常的需要。那接下来也是陈博会即将开始，那我想这些装备提供给我们会对于员警的安全很大的一个帮助。庆济宫也特别感谢第三分局员警们在疫情严峻期间维护交通和治安等各方面的辛劳。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